乌龟哪个品种不咬人？乌龟中最温顺不咬人的就是中华草龟，它也是目前我国分布最广且最受欢迎的龟类。相较于鳄龟、巴西龟等肉食性乌龟，中华草龟的性格明显更加胆小。当它遇到危险时，大多是第一时间将头和四肢缩回壳中，而不是发起反抗。但也要因龟而异，有部分性格活泼的也可能会欺负其他乌龟，但大多不会真的伤到它们。不过主人也最好不要将乌龟混养。